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20号，现在下午已经2点半了。我现在去沙利马尔花园，然后正好体验一下这个巴基斯坦的第一条地铁，正好离我不远，也有一个这个地铁站叫 GPO General Post Office， 他们的这个邮局站。去体验一下中国在国外建造的地铁，看是什么感觉。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Close this movie, please. Okay, okay. Not too much of this. On the train? Are you sure? Yeah, Chinese person is very blonde. Very what? Blonde. This movie blonde.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说不能用我的摄像机去录这个地铁，我也不知道，咱看一下吧。是现在来这个买张票，看怎么操作啊。我现在用我的手机录这个买票的过程。English. Yes. Like this. I put no. Prices. Passenger. How much? 40. Can you hold it for me?Thank you. 40卢比是1.6呗。40卢比。Take this. Oh. Yeah. Scan this token and take this one. Oh, this on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brother. Thank you.沙利马花园。Salam alaikum。刚才那保安说不让用相机，然后那个像在一个地铁办公室一样的地方出来一个所谓管理者，他跟我说。问我是不是媒体，然后他们是怕拍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东西，所以他说如果你只拍一些好的东西的话，允许用那个相机的。然后我以为这条呈现是全是在地上的，但刚才我坐的地方是地下的，对，它是地上跟地下相结合的。大部分人都戴了口罩，还挺好的。Now at Shalimar Garden Station, a light from the sky. 跟我们平时坐的地铁都很像，都差不多，也很凉快。然后地铁上人不是非常多，然后人们都戴着口罩，这挺好的。这沙利马花园的那个门票价格，就是当地人的价格是20卢比，然后这个是外国人的价格500卢比。Thank you, brother. Thank you. 沙利马尔花园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沙贾汗在位时修建的，这里也是拉合尔的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之一。这公园以阶梯式的构造组成，一共分为三层，南边的最高一层属于后宫，中间是皇室的活动区域，北边最低的一层是对外开放的区域。公园内一共有410座喷泉，还有很多树木。
据说拉赫尔的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会达到49摄氏度，但这里的水池以及茂密的枝叶也让这里比外部环境要凉爽许多。最初修建这个公园主要是用于接待客人，位于公园中心区域的大理石喷泉水池南边的座台是皇帝的位置，水池中间是舞姬表演的舞台，然后音乐家在东西两侧的亭子里演奏。我碰巧也遇到了两位小伙正在水池边的亭子里唱歌。他想卖我东西，然后我问他是什么，然后这个旁边小姑娘说这个是刷牙的那个牙刷。 How much? Do you know how do you speak English? 10 rupees. 22. ये वाले निस्वाग 10-20 ले लो. उन्होंने वो कैमरे में चला जाएगा. Thank you. How to use it? Teeth. इसको चबाना है पहले. दांतों के जीते ऐसे कहा नरम करके फिर ऐसे से क्या ये ब्रश हो जाएगा ब्रश बन जाएगा Should I chew it? Chew and okay, thank you. 这位善良的朋友可能觉得我没有听明白，还特意买了一根给我演示了使用方法。Okay. Okay. O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好，现在又到地铁站，准备坐地铁回去了。看他们的街道多忙。今天是我到拉赫尔的第四天，感觉这里的人真的很善良很开朗，而且很喜欢跟外国人一起拍照，每天微笑着跟他们合影也逐渐成为了我旅行中的一部分。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我来尝一下非常著名的巴特拉吉，不知道是哪一家的，他们对吧，就是说这算是这里尝一下。好了，就要照顾。好的。我的菜上完了，叫 Desi Chicken Karagi， 然后加一个这个饼叫 Roti Chicken Karagi， 沙拉刚才吃的沙拉跟这个腰果，可以尝一下这个他们的主菜。好吃啊，非常好吃。
your Pakistan.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我正在去我宾馆旁边的美食街吃个早饭。